他在看电视的呀，经常有看到心情的，叫我去确认一下有没有再跟你年纪相像的，那我又跟过去看一下的。以前我们93年来过一次，那很早的，那个时候是奶妈早，是后来也那个不来往的。生产的刚我两三缸的奶药，刚本来是养狗子也想工作的，没办法自己跑出去。我反正一枪过来当忙，就感觉到应该是了啊。这我万个的，真就个的，真是个从小就晓得。